一聊，可为什么就是答不出来？因为我笨。你要好好的去感受它。你看到的那些墙角都曾经是失败，都是在压力下被迫成为墙角。你可以什么都不干，也可以重新生，但只要生就必须要奋斗，这是生命的价值。绝对无法承受猛烈打击，但也不能罢休。你知道你有多残忍吗？你逼我开始跟你去打排球，我浑身上下奇里怪死里怪的，可你从来都没有安慰过我。你把我的一生都赌进去了，你居然现在什么勇气都没有了。你有勇气，人从不从容。傻孩子，生命比什么都重要。对精神而言，残酷意味着专注、严格和铁面无情的决心，以及不可改变的意志。面对成敌，靠的是什么？是信心，是意志，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和。训练的时候，比赛就会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狠。得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排奥运冠军。四年前，我们再次得到这一荣誉。现在，你们又一次站到了这个光荣的起跑线上，你们生命中最荣耀的时刻来了。